大家好，我是老谭。那国庆节过完了，弄起出门赚钱去了。这些货一车拉到完，卖完了好回家。还有那些配件。要了，装不到放前头噻。这些设备放到前头。摆摊的架子放在那前头。那里还有点剩饭。用点鸡蛋，炒鸡蛋放在起。倒点生抽，冲粉来的。早上随便吃点麦，等下又煎一碗面条来。锅里还有饭。有。早上好像没啷胃口，好像吃面条还吃得下。要泡菜吧？有点生面条，面条，那出个鸡嘛，面条，出个三日三日都给你吃面条，今天吃个够。那喊他娘子没在屋里过，该做哪都做哪呀。是的啊，那些鸡啊鸭那些。鸡鸭那些你们过完等还要喂哦，要喂两袋，上午和下午。我只那些带了哈，你看到我啷个喂的，你就啷个喂。那菜那些莫管，全部是零头的了。好，现在9:08，弄起出发。我娘子没在屋里，该做哪都做哪呀，打扫的卫生那些，该扫的扫。哎，那又成了留守儿童了哦。我饭吃不完，再整一个水煮肉片，把配菜准备起，油麦菜、黄瓜、豆芽。切肉片，切大块点，放点盐。红烧粉、胡椒粉、生抽，把它弄腌一下。到时候先来炒配菜。这菜炒好了，要吃了，放到火锅底料，炒香了，炒水，还有肉菜，起锅。放点小米辣、大蒜、花椒、干海椒，加个油，再放点香菜，开饭，再放点水煮肉片。不辣呀，没辣味。把那个菜吃完，饭都不用吃了。